那你看随机森林我们勾到什么，我们要让的是每一棵树勾到起来都不一样吧，相当于是就是一个测试样本到一个数trait 一和trait 二一直到trait n， 得出来结果我们让它尽可能啊有这样的一个差异性，有这样一个差异性啊才能保证我们随机森林它是实际上起效果的。然后呢我们来看就是单个的树模型相当于什么，单个的树模型相当于是我切了那么几刀吧，你就是其实就是看你树的一个深度，树的深度越大你切的刀数越多，那你说你的一个随机森林相当于什么，随机森林相当于是你把这么多刀又组合在一起了，相当于是切的更碎乎了一些，那虽然说切的更碎乎一些，但是呢它的泛化能力啊却更强了一些吧，因为我要考虑的是整体的一个树啊，也就是说每棵树不一样的，最终呢看综合的一个结果是比较科学的。然后呢随机森林啊我们之所以能提出一个算法，肯定是它比我们的决策树来说啊是有一些优势的吧，那优势在哪里呢，咱们先来看啊。第一点就是啊，第一点可以说很多算法都有这样优点，并不能说是算它的一个专一吧，它可以处理啊一些高维的特征，就是 feature 很多的，因为这里我们可以干什么，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随机的采样嘛，所以说特征多啊对我来说不是问题的。然后呢我可以不用一些特征的选择的方案吧，可能有些算法的时候啊我们就是限定死了，我们的一个输入必须是多大的，要太多的话效果可能不好，但是随机森林当中呢我们就是可以啊，就是这东西只是可以啊，就是说可以的意思就是留了余地，相当于是并不把东西说死，就是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，但是到底哪个好这个东西啊说不准，很多一个实际任务啊都是这样的，就是你就是做的很简单，但是可能反而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，你做的越复杂可能但是也不见得就是你一定得到结果会更好一些的。所以说啊就是当我们做一个算法的时候，其实最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选择什么特征啊，要不要做降维啊，要不要做一些预处理啊，这个预处理这么做那么做，降维这么做那么做，保留这个保留那个，这种组合方案太多了，那你说到底有哪个，其实实际情况下很多情况不能说很多吧，就是有些情况下反而就是你处理的越少可能最终结果越好，但有些情况下呢就是你处理的越精致最终结果越好，这些东西啊都说不准，所以说没有一个东西啊是一个经验值是一个固定的，因为数据永远是变的，所以说当我们再去选择的时候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像我之前给大家说的，我们用交叉验证去选，用实验得出来真理，这个是最合适的。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做什么，我们可以做的一个东西叫做一个 feature importance。 feature importance 什么意思啊，相当于是当你只要你是一个有监督问题啊，我们就可以去得到某一个特征它的一个重要程度，这个东西怎么算呢，我先给大家来概述一下吧，这个东西怎么算的，比如说你现在有三个特征吧 ABCD 啊，四个特征吧，咱们现在有四个特征，然后当我就是我是一个有监督问题啊，我可以得到最终的一个结果的，就是有一个评估一个精度或者是一个 record 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都可以。然后现在我要做的就是你不是有 ABCD 四个特征吗，我想知道哪个特征它的重要程度更大一些，或者哪个特征更重要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啊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，哎，比如说你 A 特征有多重要啊， B 特征有多重要啊， C 啊 D 啊分别有多重要啊，咱们想去算这样一个东西，比如说我就算这个 B 吧，你要算 B 的时候咱们先给 B 一个物理含义吧，这样比较好解释，比如说 B 里边它是一个年龄这个属性，它里边第一个样本是36岁，第二样本是27岁，第三个样本是65岁，第四个样本是41岁啊，随便的一些年龄值，这就是 B 这个特征，它表示的是我们的一个年龄啊，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含义的。然后呢我有了 ABCD 之后啊，我拿 ABCD 进行建模，你看 ABCD 这四个特征我现在都要啊，把这 ABCD 四个特征都拿过来啊，就写了一个加号简单起见吧，拿这四个特征进行了一个建模，建模完之后啊我现在可以得到一个结果吧，因为我刚才说了咱们是有一个有监督问题，就是能够知道最终的一个精度，比如说我不说精度吧，说错误率，比如说一开始我这个 ABCD拿他们建模错误率是一个 error 1啊，这是我当前的一个错误率。然后呢你不是想评估这个 B 特征它的一个重要程度吗，接下来我干一件事儿，
这件事儿干得挺绝的，我们要把这个 B 特征进行一个破坏。什么叫一个破坏啊？就是原来特征啊表示达的是一个年龄，它是有个有意义的吧？现在我让它没意义，让它废掉，让它废掉怎么办呢？加上一些噪音吧，比如说原来你看36、27、65、41是一些正常年龄值，我可以把它就是推换成一些垃圾值，比如说第一个值 0.1， 第二值 68， 第三个值 0.02， 第四个值 1.5， 反正就是拿一些随机值啊，拿一些什么乱序值啊，反正拿一些什么值，反正相当于噪音点，把这个 B 特征完全的给它破坏掉。 B 特征破坏掉之后，我说它现在是一个 B 撇吧， B 特征咱们现在也破坏掉了。破坏掉就是说原来它不是表示年龄吗？现在啊它就是什么都不表示了，它就是一个垃圾特征，就是一个噪音点。那现在我再进行建模，我拿这个 A再加上，我看原来是 B 吧，现在是 B 撇 ，A、C、D 都是不变的，再加 C， 再加 D， 我同样构造一个模型，然后呢，我这回说我得到了一个错误率，是一个 error 2。那现在就是我拿这个 A 啊和这个 B， 还有不是拿这个 B 和这个 B 撇，分别进行了一个建模吧。B 撇是个垃圾点，垃圾特征，然后分别得到了 error 1和 error 2。然后呢，我要比较，如果说啊鼠标呢，如果说我就写1吧。如果说我的 error 1跟 error 2差不太多，差不太多约等于吧，差不太多的时候就是我最终的一个错误率。咱们也不管啊，最终错误率到底等于多少，就说它是差不多的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，你说这个 B 特征原始的特征拿过来和它的一个噪音特征拿过来，最终的结果差不多呀，那说明一件什么事儿？说明这个 B 特征没什么卵，没什么用吧，是不是？这个 B 特征它没什么用，因为呢一开始的错误率和后来错误率差不太多，所以说这个 B 特征你说它重要吗？那这个 B 特征一点都不重要吧，因为你即便你给它破坏掉了，对我最终结果产生影响不大，没什么影响。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说 error 1约等于 error 2，我们就认为这个 B 特征啊它是没什么用的，它的特征重要性非常非常低。那如果说呢，这种情况下，我的这个是 error 2，我们看 error 2远大于了一个 error 1，这是一个远大于符号啊。如果说 error 2远大于 error 1，这种情况下什么意思啊？你把这个 B 特征给人家破坏掉了之后，会使得我现在的一个结果非常非常差呀，因为 error 2很大呀，这说明什么？这是不就说明我 B 特征就非常重要了？所以说啊，咱们现在啊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 error 来进行一个指定。如果说啊，咱们的一个把 B 特征破坏掉了之后，哎呀，错误率明显提升，那这个特征就非常重要。那如果说把这个 B 特征不破坏掉呢，那我们还有一些其他比较方法。所以说啊，这里就给大家提两种，一个是约等于，一个是远大于啊，咱们有这样两种思想。然后啊，咱们来看，现在就是我们的一个可比性吧。然后其实大家可能问，哎，那你说这个 ABD 或者是一个 ACD 加起来，咱们要比较是一个 B 啊，就是一定要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下去掉，就去比较这个东西啊。但你说去掉这个 B， 那我们要比较这个 B 啊，你去掉这个 B 要干什么？我们现在得到的是，我们现在想要做的就是，不是说这个 B 特征要不要去掉，而是说怎么样去评估它的一个有没有用的一个程度。当你评估完啊，就是它有用的一个程度没用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进行去掉嘛。然后咱们特征啊，特征是一样的，但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做这样一个特征筛选嘛。你看，这是我得到一个结果，咱们左边这个东西啊，就是比如说一开始我建立了一个数模型，然后呢，我得到了当前这样的一个结果，得到了当前的一个结果之后啊，我们看得到当前结果之后，特征重要性有高的也有低的吧。有低的，你看这三个比较低，这三个比较低，我通通去掉可不可以啊？通通去掉，相当于是接下来在建模的时候，就是只使用之前那些特征了。这三个特征啊，就永远都不用了。我们要保证一点，就是所有的数它的一个候选集啊，都是一样的，是这个意思。然后大家可能，我看大家，那你说把这个 B 特征的上面里边值都放成零，可不可以啊？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的，就是你放成零是没用的，你放成零相当于这个东西它就不存在了，因为所有东西都是零嘛，都是零有什么可比性啊？在数据就是第一步情况下，就是一般我们在数据建模之前，如果说发现某一个特征里边值都是一样的，这个特征啊直接就给它 pass 掉，直接就给杀死掉了，因为这个特征啊相当于是一个废的，有它没它就是完全是一样的，因为所有样本不都是一样的吗？
然后啊，咱们再来看这个时候啊，就是我们这个随机森林啊还能干什么？我们第一点就是计算速度很快吧，因为我们刚才给大家说了，第一棵树跟第二棵树有关系吗？没关系，二三之间、四五之间、五六都没关系吧？说白了，并行去做就可以了。服务器多，服务器大，直接给它做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并行，速度是非常快的。然后呢，还可以干什么？树模型啊，有这样一点好处啊，就是。你看现在吹的比较火的，像什么神经网络这个算法，是不是吹的非常火呀？基本上，哎，不能说基本上吧，就是反正很多问题我们都可以用神经网络去解决吧。但神经网络自身一个最大的难点是什么？我们通常都是把它当成是一个黑盒子，一个黑盒子就是一个输入来了，得出一个输出。那你说中间做了哪些事儿，你知道吗？神经网络里边有就是几百万个参数，那么多个参数啊，就是你不根本都不知道它到底做一件什么事儿。但是呢，我们的像是随机森林啊，像是这种树模型有什么好处啊？咱们刚才在看那个小 demo 的时候，是不是说我的树模型可以给它画出来啊？也就是说，我的决策树呢是可以进行一个可视化展示的，非常啊方便于咱们进行一个分析的。在这里啊，我们就认为啊，当我们进行一个，当我们使用决策树的时候，我们一个优点，我们可以进行可视化展示，可以把啊每一步咱们怎么样进行一个切分的时候，都可以给它进行拿出来。然后我看有同学说，就是你可以拿 A、B、C、A 加 B 加 C 加 D，然后去跟那个不加 B 进行一个比较。那这个时候啊也是可以的。如果说你的准确率有明显提升，那你也可以认为 B 这个特征是比较重要的。但是呢，在 SKLearn 当中啊，就是它有这样一个属性嘛，叫做 Feature Importance。这个里边它是基于我那种方法跟大家去算的。然后有个公式啊，这个公式就是我们看这有具体的值嘛，它有具体的公式。公式到时候大家看一下 SKLearn 官网吧，它直接把那公式给大家列出来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随机森林。那你说有随机森林，我们有没有一些随机的其他啊？不是，有没有一些其他算法的 bagging 模型啊？其实也是有的，就是你看最简单的一个 KNN 啊，咱们我都不想说的一个算法，特别简单。你去看一个近邻嘛，但是这种有一些算法来说啊，它的泛化能力就没有树模型那么简单，而且构造起来呢又特别耗时。所以说，对于有一些模型来说呀，我们就是很少拿它去做一个集成。的现在啊，一个公认的集成算法就是用我的一个树模型当成是一个基础模型，所以说啊，大家以后在做集成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啊，就是前人都已经给大家实现过了，到底拿什么算法当成一个基础模型，公认的结果就是拿树是比较合适的。所以说，咱们大家以后啊，就是啊，只要说到集成，咱们就想基础模型就是一个树模型，这就可以了。然后一个问题又来了。那你说现在我要做集成，我要做树模型，树模型当中，随机森林当中啊，你可以构造10个树，可以构造100个、1000个、10000个都可以啊。那是不是理论上越多的一个树，它是越好的呢？这个呀还不太一定。咱们来看一个效果吧，这是一个实际的效果，就是你看咱们树的个数比较少的时候，可能它的精度是偏低的，但是一旦树的个数啊达到了一定的量，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就是100个树也差不多了。当你达到了一定的量的情况下，我们再来看它的一个精度，它的一个精度啊，你看它是发生一个上下浮动的吧？也就是说，你看这是60棵树。这是80棵树，这是100棵树。你看，其实80棵树的时候啊，看效果还要比100棵树的时候好一些。也就是说啊，随机森林当中，虽然我们认为它的树是理论上是越多越好，理论上越多啊，泛化能力它是越强的，但是呢，实际上我们一般情况下差不多就得了。没人啊去做什么10000棵树啊、20000棵树啊，一般情况下100棵、200棵就差不多了。因为就是100棵树啊和200棵树，它的一个差异啊，就是浮动是非常非常小，基本都快差看不出来了。所以说在这里啊，咱们就是在做集成的时候，我们100个、200个差不多就也就是一个上限了。再多的时候啊，也不会使得你的结果发生一个多大的变化。而且呢，这个值啊也基本上是一个上下浮动的，也没有人也不一定越多越好，越少越好，这个都不一定，差不多啊，就是一个可以的一个值。